顶笑老哥，阿母笑阿爸，今仔日要卖啥？我咧讲啥？卖海产卖牛啊！卖海鲜，卖牛肉。你好，我是李圣杰。人生第二个最爱的男人丢丢妹嗨了，李圣杰傻问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我除了孙协志之外，你是我人生中第二个最爱的男人。啊！这是我小时候的回忆。李圣杰十八号合体丢丢妹直播，经典歌曲现场连发，清唱传说中的把他留下，惹得丢丢妹差一点就要对不起孙协志了。这是什么？我有五个字的歌吗？六啊啊！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跟我一起扒六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为什么不说心里话？你深爱他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，所以你不会再让自己无法自拔？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，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适合，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，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。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。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写着等待。我觉得你真的太厉害了。哇、wow. 哦，这个不好意思。眼底星空，流星跌落手中，我紧紧握着，抬头向上天祈求，愿你先找到温柔，有人包扎伤口，也挡住寂寞。谢谢你陪我陪爱听雨吹风，你们要快乐要天长地久，你们没有错，爱是自由，走出这扇门后至少我还有辽阔。你们要快乐要紧紧牵手，你们不幸福我会难过，成全最爱的人不是为了看着他寂寞。睡了是非的真假的天亮的轮回，哭笑了戏弄了疯狂了不再是傀儡。Face 摇一摇的慢慢走， Face 面对你的战斗， Face 我绝不会再闪躲。飞，这是你的真相，飞，那道理属于我，飞，看到的是那个我。这通告很硬的、啊、而且很容易烧心，先干杯应该不难、哎、这个直接先上来，直接先上，全下全下哦。而且呢，通常是稍微两面这样子，稍微干煎就好了，稍微让它有一点金黄色的感觉。好，有没有觉得以为会煎，其实是第一次煎？哎，你看不能下太多，刚刚好，因为它有原来有水分。是，有没有？嗦了一口好菜。起锅。哇哟！闻得到吗？很香，真的很香。我可以抱两箱回去吗？可以。吃香也没问题，我有货车。我们不适合，